太夸张，连超人贝利亚都出来了，哇，观众真的是卧虎藏龙啊。好啦，那因为这个打的时间比较长一点点，所以我这边用两倍速来放哦。好，我刚才赶快去查一下那个贝利亚的队长技、队伍技那些，真的太久太久没有看到贝利亚再出现在镜头前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，贝利亚他的转法就是要这样啊，你有消到那个六组，他会有那个额外的倍率哦。好，其实我不知道大家平常看那个神魔攻略影片是怎么去看的。如果是我的话啦，我都会放两倍速去看，所以我对这个速度其实还蛮适应的。哎啊，有些人可能静音看嘛，对不对？这个我知道，哎，就是不想听到我的声音，这个我可以理解。好啦，来这边的话，第一关应该就是慢慢先把右边磨掉哈。这边开阅读来排猪了。哎，真的好久没看到这个队伍，有点怀念。好 ，OK， 这边剩左边。好 ，OK， 这波应该是可以。哎，没有，没带走。好，因为他没转到那个左边是那个大于等于七康哈。哎，有啦，他刚是转到八康啊。好，来这边六康没有天降。好，那要记得那个，嘿，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啦？那个如果超人贝利亚要变身的话，场上要多于14颗暗珠才可以变哦。对，好，这边先开一只鹰骑都。好，这边一个漂亮叠珠，好，用龙克拖住他，是不是？好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这个龙科是拖住的那一个吗？是九峰吗？不是啊，他有直伤，然后有拖住一回合。好，刚把暗珠滤出来，然后这样子，超人贝利亚就变身了。好，这边再开妲己的间距。哦，反正这那个思考速度也是蛮快的、啊。好 ，OK， 这边应该是最后一回合哈。哦，这边那个招式才第二关而已，感觉开招就要很忙了，一招接一招的。好，这边带走。来，接着第三关不能手消水。好，不过这边一样啊，阅读开下去了，所以有无视防御的选项哈，就不用担心那是防御十亿的。好像还是要担心一下伤害的部分。好，这边水珠去做一个基本叠。哇、哦，天降两串按下来，好，这样还是不够哦。哎，好恐怖哦，压力山大。来，这边要怎么办呢？好，这边开那个贝利亚变身二技来，然后另一只也变身下去了。好 ，OK， 这边一样一个基本叠。好，带走13亿。好，这边鹰骑都解锁。消了一个七康，没有带走。妲己间距。好 ，OK， 来接着西龙脉仪。哦，这边刚好减一半，50。好，这边把妲己吹下去了。我、哦、刚又有天降一串暗 ，OK， 18亿带走。好，接着这边的话一样排珠、欸，然后左右是手杀盾，那个要优先处理的。哎、欸，结果刚没有攻击珠、啊、而且现在暗珠又在一个很讨厌的地方，这也太针对了吧？是嫌这队伍不够好打是吗？应该说是嫌这个队伍不够难打啊！来这边，好，这边要小心的哦，一起 A 过来是会死翘翘的。好，要开那个九峰王的二技。好，这样伤害 OK 够。好，那就留中间这只。有要洗吗？没有。
啊，有啦，它有隔开。OK。啊，它其实都把珠子隔开，这 OK 的。好，这边我回到血哈。哎，看来是要带走咯。哎，没有啦，场上没有暗珠啦，带什么？好，这一波有没有办法？还是没有。好，最后根性，哎，这个根也太根了吧？这有看得到血量吗？好，这边手消八组。这边有弱转无效哦，他现在新珠有五颗，这样子凑得到八组吗？啊，他有九风王可以开啊，其实。好，来这边就是排珠啦，新不算哈，还好场上新也没有太多啦。哎，他不再多消几个吗？想说多消几个。好，这边20亿带走，来接着五鼠强，来我看一下水火目光暗，哎，有哎，都有哎，五鼠强都有。好，这边开了九风王，掉15颗暗，来这边打几排珠。好 ，OK， 这边天将来到石康带走 ，OK， 11亿打出去。好，那这边的话，颜值吧，应该是颜值吧。好 ，OK， 不然他打那个四万无视减伤过来也是掰了。虽然贝利亚也有减伤啦，哎，但是这边无视减伤哦。好，没有留那个木珠给他吸。最后这样子排 ，OK， 那这边先感谢大家的收看，也感谢观众提供一个好久没看到的队伍——超人贝利亚，感谢大家，我们下一部影片见，大家拜拜。